有一句话，呾一念天光，一念地狱，事情好么，创到咱个一念之间。日子对应个潮汕俗语叫做“正想创定，倒想作证”。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小故事，呾一个资深去赶考，但是伊过无自信，个心定袂落，到赶考土当流沙客栈做了一个梦。资深觉得这个梦是对的，然后客栈对面有个先生。资深就去请阿先生来改梦，改出来个结果是资深后半生凄惨无望。资深听了如想如有影，如想如作证，心灰意冷，找客房的头家托梦。头家听到资深命如死灰，一时好气就问起缘由，听后就安慰资深的我哩决定，这个梦遇是着你，必然会发达。古老爷，我好着先叫开你，而且分析到头头是道。自身到头家的鼓励，有了信心，决心定定去赶考，最后登了进士，仕途步步升迁。到老的时候，伊已经是家当亨实，子孙满堂。想着当年赶考的时候，一念之差就感叹的，真实是正想初定，多想作证啊！由此，这句俗语就不能用来劝说啦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往好处想，事情才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你当时也明呢？